对，它比较不是，它比较像蓝沙巴，你知道吗？请问你讲的那个是什么？哪一国话？蓝沙巴。火鸟。蓝沙巴。工作伙伴，应该是说跟哥学了很多，终于有一个自己的机会，那现在也是水到渠成。嗯，对对，哇，你好深奥哎，至于到。哦，算了算了，你刚刚讲台语吗？对，是哪个给你很大压力？没有，不是，他们两个又不太一样，就是说，我不会急着下班。哎，这我没讲哦，哎，我也没有小孩可以接。没有，因为哪个他们都是处理家务事，这个不一样。我没有家庭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你跟小猪哥，还有请选择，有没有？哦，请选择。我选他，选你。哦、你不是选他？没有，我选你。我没有那么帅，对不对？他比较不是，他比较像蓝沙巴，你知道吗？请问你讲的那个是什么？哪一国话？蓝沙巴。火鸟。蓝沙巴。火鸟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这是什么？安全港。哦，避风港。那个叫做蓝沙巴。蚂蚱。那个霸掌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消波砖，消波块，消波块，对，蓝沙霸，我有这么的不标准，蓝沙霸，蓝沙霸，我想要去，征服我，对，就觉得你不好征服，但是又好好，好像可以征服，跟我在一起看看，不要爱上我的坏，好，你看，有没有？就像不要怕，有我在。我的型，我的型这样是你喜欢的型。对，因为我喜欢平头的。很多人都说你喜欢平头的，那你就去监狱里面找就好了。怎么这样讲呢？好，没有，我觉得男人要有味道，就是要撸撸，对，撸三分头。公卡紧呢，就要撸撸什么？这个在网络用语上面，这不太好。什么撸有什么？没事，算了，回去自己查。办怎么办？你看，明天有大家有标题的。撸是什么意思、啊？没事，没有。哎、欸，我认真不知道哦，我是认真不知道。我现在只知道斜杠青年啊。一种电动啊，电动。电动。打电动。